大家上午好，我是大海。现在外面呢是-29度，我让大家看看这个29度这个汽车的窗户是啥样的啊。像我这个窗户吧，因为我这个车早上起来，我这个车着火的时间比较长，把这个风挡玻璃这些霜呢全部已经吹掉了。咱们看看前面那个白车，我拉近点，看这车了吗？那个风挡上冻的全是霜，他都看不见。里面还有一个人坐在前面。这几天有很多朋友他问我，他说大海啊，他说在你家乡这么寒冷的地方，这个在外面尿完尿瞬间能不能冻上啊？一会儿呢我领大家看看啊，咱们做一个实验，看看他能不能冻上。有些地方能冻上，有些地方他也冻不上，但是过个20分钟左右全能冻上。没有，就是刚开始是就有一个地方瞬间能冻上。我领大家做个实验啊。我整了一瓶矿泉水啊，放在这个暖气上，给它烤了已经有半个小时了。现在这个温度呢跟这个人的尿的温度差不多了。我给它扎个眼啊，咱们出去做个实验。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像我家那个厕所呀，就是前面那个厕所，我们这个地区掏厕所呢一般都是冬天掏。夏天掏的基本上都很少，因为夏天掏的时候吧，它里面是连汤带水啊，不好往外快。冬天的时候呢，它都已经冻上了，拿铁锹那一撬，它里面就一块一块的。所以说这个地方掏厕所都是冬天掏。咱们现在开始做实验啊。我刚才说了，我说这个尿啊，就是尿在一个地方呢，瞬间它能冻上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铁上，尿在铁上呢，瞬间是能冻上。要是尿在地板上吧，他得用个2-3分钟吧，他能冻上。你看，咱们就拿我家这个门做个实验，这不是铁吗？咱们看看啊，外面现在都冻手。这就已经冻上了，我让大家看看啊，就是尿完了已经冻上了，就这么快，看看啊。你看我接下来一块冰。看这块冰，大家能看见了吧？这块冰，这都已经冻上了。看这个位置啊，要是在这个地方啊，你要尿尿的话，要尿尿的话，往这个铁上一尿，瞬间它就冻上。看看，要是往这个地板上尿呢，它就得缓冲一下子，就等一会儿。这块一会儿才能冻上。完了，再看看这个水泥地上，再尿一点。你像我那个车在那个门口停着，有些时候那个流浪狗就在我那个车那个轮胎那个钢圈上尿，现在那上面那全是冰。大家看见了吧？看这个地板啊。这个地板它就冻得稍微慢一点，你看大家看看，你看现在这还有水，这个就慢一点。铁是最快的，因为铁吧本身它也凉。看这个冻上了，水泥地也冻上了。大家看看啊，水泥地也冻上了，冻死我手了。我抠大家就能看见了吗？看那手上这个，尿在水泥地上冻上了。咱们再回来看看地板上冻没冻上，这会儿也冻上了，看到吗？这会儿有冰碴了。这就说明是啥呀？铁皮上是冻的第一块的，水泥地上呢是第二块的，第三块的就是地板哈，因为它地板嘛，它本身可能也吸收点那个水分。完了之后呢，有很多朋友还得问我说，在雪上尿尿那个它能不能冻上哈？实际它也是能冻上的，让大家看看啊。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冻上了，这雪上尿尿它冻的它也是，但是没有铁皮门上快啊，没有铁上快，这就冻上了。
我一会儿呢，我领大家，我给大家找一个，就是当地人他尿的尿啊，就当地人在雪上尿的尿。因为我们这个当地人吧，他有些时候晚上上饭店吃完饭以后，出到门口走小胡同里，他回家的时候突然间想撒泡尿，就在小胡同边上撒了。所以说这个周边的胡同，那个有很多那个都撒尿的都能看见。我一会儿找一个让大家看看，这个撒尿是啥样的。这个现在已经冻上了。他得一会儿才能冻，才能冻上一层壳。再来看看这个门，这是彻底全冻上冰了。看这儿，就一块一块的。看这儿，一块一块的了，全部冻上了。这就冻上了，大家看吧啊！你看我细往上整一下，你看它往下流，它往下流是什么样？怎么流啊？这就冻上了，大家看见了吧？瞬间就冻上了。刚才往下流的，看，瞬间就冻上了。这是往下刚才流下来底下。我抢一下这个啊。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最遭罪的。大家看看啊，这个流浪狗现在不在我家门口吗？它每天，我只要把车往这一停，看这个尿尿的，这都是他们干的，全冻上冰了。完了，我家这个大门，这不是我家门吗？你看我家门都是他们尿的。你说这个门上面，这尿的这啥？这个等到化的时候呢，彻底没有呢，得到来年五月份了。现在全是冰，大家看看我家这个水缸啊，我家就是把这个夏天呢园子也种这些菜啥的呢，全部冻在这个水缸里了。冬天一吃，我妈上那缸里来取。完了，咱们往这个水缸上做个实验，看看它能不能冻上，瞬间能不能冻上。已经冻上了，看看有多快啊！让大家看看。看我手啊，全冻上冰了，瞬间冻上。这个水缸属于是泥做的哈，这也瞬间冻上了。大家有想来我们的当地来体验生活的吗？体验8个月的冬天，每天生活在冰箱里。看我穿的这个衣服哈，大头皮鞋，还有这个军大衣，里面还得穿毛衣毛裤。这家里面每天都烧木材烧煤，看这全是，这都是煤吗？这个地区的人是太遭罪了。但是我们这面这个地区的人吧，就是长命的岁数的大的吧，他比较少。唯一一个最大的岁数呢，就是我们整个一个镇上，还包括我们整个一个县城里面最大的岁数就是我姥，他活了105岁才死的。剩下就是一般的话，就是多大岁数就都有了，就像50-60岁死的也非常多。这个地方人的寿命吧，那个它短，它都是因为啥呢？因为天太冷，这个屋里面热，一出去它这个血管一冷一热，一般愿意得这个心脑血管的病是比较多的。这个地方它不适合给养老。有很多朋友说到这儿买个房子来养老，这个地方只适合夏天来避暑，养老是不行。把这瓶水扔在车里吧。这是今天我家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中午烧的木材，就能烧这些，晚上还有。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雪里面尿完尿是啥样的啊、哦、现在都已经冻上了，大家看着了吗？但是这个不是我尿的啊，这个不知道是谁尿的，在路边发现的，全都冻上冰了。大家你们见过吗？这个人肯定是沾这儿尿的，这面还往下还滴了点，看看。我把这一大张驯鹿皮铺在床上了，大家看看是什么样的。
咱们走近点看看它的毛，这个是尾巴。咱们看一下这驯鹿皮啊，大家注意点这个细节，看好了，看看有多厚啊。看这毛，老软乎了。这个驯鹿皮它软乎。有很多朋友他问我，他说那个羊皮大呀，还是驯鹿皮大呀？哈，我一会儿呢给大家做一个对比，完了让大家看看。咱们再看看这只头部，看在后面。都是一整张皮子给梳出来的，看这毛。这个可以做床垫啊，这个隔潮效果、啊、它是非常好的。这个脑袋呢躺在上面，完了这个身子往下一铺，然后晚上就睡觉就可以了。但是这种驯鹿皮呢，大家收到了以后，要是想买的话呢，就是外面得砸个套，因为这种皮子呢必须得干洗，它是纯鹿皮呀、啊，水洗不了。我现在把羊皮拿出来，完了给做个对比啊，完了大家看看它俩哪个大哪个小。上面我给它俩放齐了，咱们看看下面。这就是羊皮跟鹿皮的区别。但是这个鹿皮这个毛啊，它没有这个羊皮，羊皮的毛那个它好看哈。这个鹿皮是花的，它俩不是一个动物。看这鹿皮是这样，这羊皮是这样。但是羊皮挺，这羊皮往上一躺，这人炫进去。这个鹿皮你看，它是这种情况，它是都挺厚实的。大家有想要这个驯鹿皮，就是点击下方的链接，完了然后下单就可以了。这个驯鹿皮呢，那个张数不多，一共就30张，完了之后呢，卖没以后就没有了。大家有要的话，就是点击下方的链接下单就可以了。刚才有个客户呢，他要买驯鹿皮，他想现场，完了要我拿那个手机啊，我俩视频连接他看一下。我现在呼叫他啊。你好。哎。你好。那。哎，我让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一会儿给你邮走了啊。啊，你先看看吧。哎呦，看着比上次您那个样子好，我感觉乖点。啊，这是鹿皮，我看这是正面啊。啊。我给你翻过来看看后面啊。你们的这个毛挺好，比你那个怎么样？这个鹿皮的毛都是可软了，这是后面，你看看后面吧。啊，看见了。后面看见了吗？我量一下子，够少，20、40、60、80，1米2，长度是1米3。最宽的地方呢是20、40、60、80，1米，最宽的地方应该是1米05左右，最宽的地方。就是平均也得90多是吧？嗯，差不多吧。这个你看这毛，都可软了，你看。你看看吧。用的时候是怎么用啊？是老上铺个布呢，还是之前得怎么地？你就给他铺个单子得了吧。你怕他埋汰，你上面给他铺一个单子。你要不铺单子的话，到时候你一出汗啥的，汗水不就沾上了吗？这个皮子只能干洗，水洗不了。那肯定比羊皮什么的要好多了。哎，那他俩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，他俩不是一个。那就卖光了，谢谢。你等会儿，你。啊，等会儿看看这毛啊，看看。啊，就是那个地震还是威海那个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看看这毛。您那个，哎，太棒了。行，这质量都可好了啊。那我就给你邮走了啊。行。哎，好的，那再见啊。耶，到时候到好了啊。等会儿按一下子，那再见啊，放心吧，我一会儿用顺丰给你邮走，那再见。好嘞。现在去快递邮驯鹿皮。
啊，鹿皮。鹿产品不让油。鹿产品不让油。嗯，那为啥呢？喂草不知道。那个顺丰不让邮啊？嗯。顺丰不给邮，我现在在送一个别的快递。啊？三楼。哎呦我天，邮点东西真费劲呢。邮，这个它保价是多少钱呢？明天保价啊。啊。嗯。等你，你说提前告诉我，完了那个。我邮哪个？邮的时候。啊？你不想邮邮吗？哦，对，是。你邮的时候提前告诉我，完了。走了，现在回家。大家看见了吗？我家乡这个地方吧，它是一个挺落后的地方，经济不太发达，但是有很多这个什么快递啊，价格它不但高，完了之后呢，速度太慢，完了还有很多东西还邮不了。大家再看看这个水已经冻上了，看。一敲子。咱们明天再见。